天用筷子了。下面点个爱心加关注评论，谢谢你们，新年快乐。自己做的韩式爆辣鸡丁锅，南昌拌粉。
脆皮五花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个吃法姐妹们，我就看人家那个小店的那个评论评价里给我塞的好评，小香的给你一半，我就试了一下，这家把我馋完了。嗯，好好吃啊，咱家的麻辣鸡吧拌啥啥好吃。小店有新客服消息了，太绝了，来鸡吧。太好吃了，你们过年别买鸡爪，别买生卷，别做了，太麻烦了，还不爱吃。过年鸡爪就吃它了，有爪有肘，年夜饭挠钱，必备的鸡爪啊。真的老好吃了、啊。